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817页倒数第三行，净言所语：自于当来得妙净土，名得净土。解释得至清净处，又会说曰：清净处即是净土也。上所谓彼诚如是刹也。两书同旨，净言跟会说，说的完全相同，使君以建立佛国为得清净处也。这一句话解得很好，很简单，很清楚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问题是信心。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真正原因，是我们把信心失掉了。什么信心呢？把自己的信心失掉了。一个人不相信自己，他还能相信别人吗？还能相信佛吗？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跟我们讲解信、愿、行，这是往生净土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是信，信他讲了六个。第一个是信自，第二个是信他，第三个是信理，第四个信事，第五个信因，第六个信果。自、他、理、事、因、果，六个信。六个信把信自摆在第一，如果对自己不能相信，后面五个都不能成立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细心就观察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大乘经论里头对信心讲的很多，
性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人无性就不能立足于社会。啊，那么今天确实信心的教育没有，没有人提过，没有人教过，甚至是也没有看见过，不知道有个信心，也不知道信心的重要。啊，这才是大问题啊。学佛要从学做人开始，学做人头一个就是信心啊，无能无常假仁义礼智信，无能最后朋友有信，能常是一体，不能分割啊，父子有情，亲里面有义有别啊，有秩序有信啊，有仁义礼智信，五常里头任何一个人里头具足，性里面也具足，每一个字都具足其他四个字，一体，不能分割。啊，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，现在人不学了。左丘明说得好，在《左传》里头。啊，这一句话群书之要里面记录了，他说人气长则妖心，一个人把长，长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，把仁义礼智信抛弃了不要了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啊，就兴旺起来了。那么今天的社会，我们细心观察，真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啊，左丘明在2500年前说的这句话，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看到了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人家在2500年前就把我们的社会看透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学佛，佛是把心摆在第一。啊，特别是净土，信、愿、行，我们要真心。要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佛陀离开我们的时候，阿难尊者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啊，佛陀在世，我们以佛为老师，有疑难问题都向老师请教，
佛不在世间了，我们以谁为师？我们向谁请教？啊，佛传给我们的是义法，而且特别提到佛不住世，以戒为师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佛教导我们持戒修苦行。啊，苦是老师，苦是真的老师。为什么呢？人能够吃苦，就不会有妄想，就不会有争执，跟人竞争，不会有这个念头。啊，就能够知足常乐，安心在道上。道是佛指我们修行正果的道路、方法、原则，这是道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四义法，我们有没有守定住？守住四义法，就不会被外面魔王外道所动摇。啊，东北的同学，请高居士带来四片光碟，我看了。啊，里面有一片讲到魔王波旬，他来找过我。啊，我在摄影棚给他供了一个牌位，请他来听经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啊，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障碍正法，我们只要语言具足，啊，我们还是依法修行。啊，在这个小摄影棚里头，他不能障碍。啊，我们每天按照预定的时间，跟全球同学在一起分享《无量寿经》课注。啊，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的，是错误的。为什么还要做？习气太重了。啊，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要如何调整长时间的经教的熏修？我们把各种障碍这里头有毁谤，有侮辱，啊，有曲解，
啊，甚至有一些陷害，啊，我们都认为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考试，我们要关关通过，顺境不生贪念，逆境恶缘没有成慧，我们欢喜接受，放下万缘啊，他障碍的名闻利养，我们名闻利养不要啊，他就障碍不了了啊。他们所障碍的世间世缘，世缘我们也不要，我们随缘，我们不攀缘啊，我们自己没有一桩事情是我想做，没有，随缘啊，大家想我随喜，这个自在啊。佛度众生也是随缘，我们怎么可以攀缘呢？啊，攀缘找麻烦啊，所以要学佛的随缘妙用啊。华严经上说的，所以文法欢喜接受依教修行，将来决定了得到清净处，清净处就是极乐世界，我们对这个有充分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自己有信心决定得生啊，信心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把这个世间放下了，这个世间放不下那是障碍，未必能取得成。你对这个世间有留恋，啊，我也常说，留恋里头最难舍的是亲情。父母跟儿女的亲情，儿女跟父母现在未必有亲情啊，小时候有亲情，长大了亲情没有了啊，你看小孩啊，三四岁听到孝养孝顺父母啊，爸爸妈妈，我长大了我孝顺你们，听得很欢喜，长大了未必啊，长大他变了，他不是从前那个心变了啊，这些我们知道，哎，他说话小孩说的不算数啊，大人说的也未必可靠啊，谁的话说算数呢？佛菩萨的话说算数，决定不是假的，决定不欺骗我们啊，如果我们不相信，过在我们自己，佛菩萨没过处，没过失啊，所以净言书里的讲啊，自己在将来，当然是将来，一定得妙净土。这个妙净土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清净处。
啊，所以这些祖师都认为，以建立佛国为德清净处。啊，这个里头的意思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成就了，成就的果德正报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依报你所居住的环境、教学的环境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同。这就是为什么十方法身菩萨啊，要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向阿弥陀佛请教，原因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啊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成就跟阿弥陀佛平等。这就是十方诸菩萨不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，他要不去他就错了。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在经典文字上看到了，能不发心求生净土啊，不发心求生净土，我们必定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事情不能搞了，六道轮回事情让他们去搞去，谁喜欢就给谁。啊，要学的怎么样呢？清晰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明明白白，决定不放在心上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去。啊，自己呢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上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我们呢？未来的果报，未来的果报也许就在面前，面后天，很近不远，必定生净土，必定见弥陀。啊，后面说，但从心地法门而论。这就是更深一层次来说啊，清净处呢也可以别净一切，这指本净妙性的更深一步啊，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都从相上说，从事上说，更进一步从理上讲，从能性万法的性上讲啊，性就是真性啊，心性，那这个清净处啊，就是自己本净妙性。啊，心清净微妙，两个字，净妙，就是
慧能大师所讲的二十个字。能大师这二十个字五句，第一句是静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你看第一句是静，后面四句是妙啊，不生不灭妙啊，本自具足妙啊，本无动摇妙啊，能生万法妙啊。你看两个字，精妙啊，把能大师所说的五个字通通包括了。能大师的二十个字包括全部华严经，那这两个字也是包含了全部的华严经啊。华严说什么？华严说一个经，华严说个妙，这个精妙是我们本自具足的啊，是我们自信圆满具足啊。他能闻法信受啊，这个唐是假设。如果你能够做到啊，闻法你真相信了，真接受了，接受就是完全没有怀疑，我明白了，我清楚了，我依教奉行，啊，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的起步从哪里开始？从净业三福开始。净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我做到了没有？父母要在，要尽孝道啊，要让父母欢喜啊。要让父母无忧无虑，啊，要劝父母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六道无常啊，啊，爱父母，希望跟父母永远常住，那只有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，真的永远在一起。不到极乐世界，永远在一起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啊，身体死了之后，一投胎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每个人所造的业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去处不相同。永远不再见了，再遇到也不认识。啊，为这个原因，就是要劝父母同生极乐国，这就对了啊，把我们的爱心扩大，不但
父母同生极乐国，凡是与我们相识的人，喜欢不喜欢的，都生极乐国。啊，这种心，这个念头，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。阿弥陀佛欢喜，啊，在这个世界要把佛法传下去，不能到我这里就止住了，那佛法就灭掉了。一定要世世代代承传，啊，真正发心承传，自然有人来学习，啊，学生去求啊，求不到。到时候自然来了。啊，这闻法信受这四个字重要，因你相应啊。啊，只有闻法心受一念才相应，直彻心源，朗然大觉，本然清净，顿其法身。啊，这也是得知清净处，这是心上的清净，理上的清净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从这个心，从这个理出现的。啊，能生万法，能生阿弥陀佛，能生极乐世界。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己心性生出来啊，离开心性，没有一法可得，一切法不离心性。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，支持心愿。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朗然大觉，大彻大悟。这两句是因的，怎么个修法？直彻心源的修法是万缘放下，有一桩没放下，就是障碍。啊，所以要放得干干净净。你要放下这个念头，也要放下。啊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我什么都放下，这一句没放下。它会造成障碍，
啊，所以佛说，佛是门中，一法不离，一切都放下了，还是一法。有这一法，错了，这一法成了障碍，所以到最后念佛法也没有。佛法是假立的，因缘生法，直彻心缘呢，佛法就没有。你才见到佛法是从心源里头流出来的。这才真正是大觉。啊，大觉是什么样子？本然清净，顿其法身。这里所说的本然清净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本自清净。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顿其法身就是融入常寂光。常寂光是法身，法身无相，法身无不相，无相是讲法身的体，无不相是讲法身的作用，法身作用能生万法。啊，虽生万法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万法不是真实的，万法有生有灭。啊，有生有灭是假象，不是真相。真相不生。我们在大乘经呢，天天在熏习，熏习太重要了啊！所以经一生不能放下，天天熏习，熏成非常坚固。啊，强而有力的信心，啊，决定不会改变的。啊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他为什么不能改变？因为他直彻心源。朗然大觉，所以他永远不会改变。啊，那么这是一，这底下讲的得知清净处，这个清净处是以清净心，啊，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乃至于清净心像无量寿啊，我们用这个心来念佛，来享福啊，真心不是妄心啊，用这个真心确实像底下所说的，是在于常
刹那之间，却于清净处矣。一念静心，一念静心啊，心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一念两个字不好懂。大乘教里讲的一念，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32亿8000年。啊，这一弹指。啊，一秒钟。现在我们时间一秒做单位啊，一秒钟，一秒能弹几次啊？弹得很快。我们相信至少能弹5次，5×32亿8000，1600兆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有，就是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有多少个一念呢？有1600兆个一念。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，整个宇宙就是在这样高频率之下变现出来的，幻想假象不是真相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。现在全世界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么多人在研究，一定有很可观的成绩拿出来。啊，我们再等个若干年，就看到报告了。啊，报告所说的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接近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啊，现在反对佛教的人没关系，让他去反对。20年之后，科学家肯定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哲学，高等科学。啊，大学里面都会开这个课程。啊，佛经哲学，佛经科学。啊，佛法，前景我们看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能相信，能接受，肯修行，而且决定正果。啊，这些科学家会赞叹，我们的路走对了。
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朋友、同事、长官啊，同学们，都是我迷信啊，迷得太深了，怎么去出家去了？干这个傻事。啊，可是20年之后啊，我们再遇到，为什么？他们老了，退休了，碰到我的时候，哎，老兄，你的路走对了。啊，这些老朋友们，现在大多数不在了，啊，剩下来寥寥无几，啊，都80多岁了，再一见面呢，啊，五体投地，没有话说，走对了，真走对了，啊，当时起步的时候，没有人不反对。啊，年纪轻轻，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？实际上，是他迷，我没有迷，我认识了我。啊，摆在面前，所谓360行，我选择这一行。啊，这一行是老师劝我的，我相信。我接受了，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。看懂了，看明白了，看清楚了，这个路好，一生一世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这多自在啊！啊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你还有求，我无求，你还有真，我无真，有求有真，你还没有圆满，我无求无真，我圆满了。啊，圆满了智慧福德了，圆满了本然清净。圆满了清净法身了，到清净处了。清净处在哪里？无处不是清净处，无时不是清净处。啊，你为什么得不到？你没放下，你还有真。你还有求，我们再看下面文章，在其下者，至诚念佛，这是讲到信愿修行啊，经文上讲的闻法乐受行啊，
完全从事上讲，前面从理上讲，从心上讲，先从事上讲，起相，那就是至诚念佛，毫无沉虑，静念相继，终无间断。这个四句啊，至诚念佛是总说。什么叫至诚？毫无沉虑，妄想杂念没有了，这叫至诚。啊，沉虑就是妄想杂念，完全没有了。净念相继是至诚念佛。啊，净念毫无沉虑就是净，用真心念佛。啊，一句一句相续，终无间断，没有间断。啊，口里都有间断，念头里头没有间断，念念求生极乐世界。念念感恩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全放下了。啊，这怎样呢？这暗合道妙，极念离念，这个功夫是其下者，其下怎么说？我们反复可以做得到，只要你真干。啊，这个里面最难的，就至诚念佛，最难的，放不下了。喜欢管事啊，啊，如何能把你的位地位放下？再能把财富放下，啊，再把恩怨放下，啊，把好恶放下，啊，喜欢的讨厌的放下，你的心就平等了，不但清净，达到平等。清净是阿罗汉的心，平等是菩萨心。你举例，大彻大悟就不远了。啊，朗然大觉就不远了。啊，所以暗合道妙啊，道是成佛之道啊，妙就是自自然然跟他相应啊，即念离念的啊，念的是阿弥陀佛。力释出世间一切一切妄念啊！你看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
念头永远不断了。从无始劫迷的那一天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念头没断过。为什么？念头一断就成佛了。念是妄念的，不是正念，妄念。啊，妄念断了，正念现起。正念无念，无妄念，一切妄念统统没有。啊，有念皆妄，到最高的境界，念佛也是妄念。为什么？自心清净心里头没有佛这个念头。啊，佛这一念是帮助我们成佛的。啊，成佛之后还要这个假名吗？念老子都知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。啊，名是假名，不要着名字相。啊，我们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没有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名不能舍。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大概这个名呢也不舍。啊，但是跟现在念阿弥陀佛不一样的。现在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；到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。妙啊，真妙啊！那就是即念离念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念佛，即念离念。啊，我们现在是支持名号，坚固的支持，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就换成即念离念，还是念。啊，跟我们现前这个念的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，明智不知不觉的极乐世界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在我们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有。啊，说明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只要真干，只要现在就放下。啊，你要说多少时间成就，个人的因缘不相同。啊，有人放下就入这个境界，有人要几天的时间，有人要几十天的时间，有人要几年几个月的时间，不一定，完全自己决定，不是别人决定的。啊，真正肯下狠心，一下断掉，马上起入。啊，一念就能起入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啊，一念契入，像这里所说的，
上诸人，所有的念佛人，以彼得与无量寿佛的蒙受起，将来借彼成佛。这个法门不难啊，要相信。对释迦牟尼佛相信啊，可是现在我所得到一些信息里头，有很多人说阿弥陀佛来了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诸佛菩萨来了，来救这个地球，来救这些苦难众生。啊，你问我相不相信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相信。啊，为什么？经里都讲得很清楚。佛的化身是常寂光啊，常寂光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啊，他怎么会不来呢？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我们心思想不出，想不到，言语道断，心性出明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在当下。我们的语言跟他相应，他就现身。他没有来去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，他们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，就在当下。啊，大乘经里这个话说的太多了，我们怎么会不相信？啊，但是众生用什么感呢？佛菩萨怎样应呢？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它就现什么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人，有几个人想佛想菩萨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会我们，邪不胜正啊，现在这个世间人邪知邪见，邪说邪行太多太多了啊，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佛菩萨啊，他们所感的是恶，不是善的。那恶哪些是恶呢？修罗、罗刹、妖魔鬼怪，他们感着啊，多不多呢？多。我见到过虽然科学家告诉我
地球上人口总数70亿，啊，只要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啊，这样的善人，他们要是同心协力，就能够救这个世界。那1%的平方根是多少呢？大概不到10000人。这些是给我们的信心的。人要做好人呐。人生在世，时间不长啊，为什么做坏人？啊，好人当中的好人是佛菩萨。学佛菩萨就是学做好人。啊，从哪里学起？从敬业三福学起，敬业三福，它的范围非常广大。啊，虽然是在观经上讲的，啊，观经是净土三经之一。啊，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学佛从这下手，从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奉事师长是敬。啊，孝养父母是孝，孝敬。这两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啊，孝是根，敬是本。啊，像一棵树一样。根要深。啊，像一棵树。这样一棵树。根在地上你看不见。这上面这个主要是，这叫本，啊，叫本，才有枝叶，啊，才有干，有枝，有条，啊，有梢，有树叶、花果，啊，根本要是没有了，这个树是假的。不是真的，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啊，那么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就学这个根本学起。啊，怎样尽孝？啊，怎样修尽孝？用父母做代表，尽呢用老师做代表。啊，把用孝顺父母的心孝顺一切众生，把敬老师的心敬爱一切众生，这是大乘菩萨法。啊，那具体落实前面这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落实在弟子规。我们真正能把弟子规做到了，就是孝养这个孝养父母，
奉事师长的老师了。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啊，道家的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经是佛家的，所以我称它做三个根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儒家的根弟子规啊，道的根感应篇，佛的根十善业，必须从这里落实，要真正做到啊！你学做人，学做好人，学做佛啊，做佛的弟子，你真的有根有本。如果这个四句十六个字做不到，你学儒是假的，学道也是假的，学佛还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没有根。啊，有根有本就能够生长，能够茁壮开花结果啊，根本太重要了。啊，在过去我们虽然学佛，自己认真念佛求生净土，但是对佛教像前面所说的信心没有了，心里想着大概我们是学佛最后的一代了，以后没有了，我们这一代这一代帮不上忙啊！啊，帮忙要有智慧，要有福报啊，我有一点点智慧，不多，小智慧，没有福报啊。什么事都做不成。啊，晚年有一点福报。啊，是这六十年修的，不是过去生中带来的。啊，这张家大师教我。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我真的用他教我的方法，果报呢得到了，真有了。到这么大的年岁才成熟。啊，我们看到了缘了，看到斯里兰卡对佛教有信心了，啊，佛教可以传下去，有一个学习的环境，啊，我们在马六甲建一个汉学院，培养儒释道的老师啊，现在也有人支持我，这个可以成就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啊，大乘佛法的希望。我们还希望帮助全世界所有宗教都能回归教育啊，都能够互相学习，世界宗教是一家
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建一个宗教大学，啊，国际的宗教大学，建一个佛教大学，啊，现在有了眉目了。非常难得，啊，佛教里面培养人才的方法，还必须要通过实验，成功了，大家才能相信。才能接受啊！这个实验就是小组学生基本的条件，这三个根啊，敬业三福，前面四句没有做到，他。不能学习，想学他也学不会，因为他没有根。啊，他的学习要具足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啊，没有诚敬。他学不会，印光大师说得好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啊，你对于你所学的没有沉浸，啊，对于指导你的老师没有沉浸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这是入学。有三个根，加上沉浸，这是你具足学习的条件。啊，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条件，你的记忆力要好，理解力也好。啊，没有这两种，学起来很困难。啊，学经教。啊，要记性好，理解力强，啊，他就很容易。啊，老师带学生，能带几个呢？在我想象当中，不可能超过五个。五个老师，精神。照顾不过来，啊！所以我们看到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无论是释法是佛法，啊，传人多不多？啊，五个是很多的了，多半是一两个。啊，三个，这是最常见的，两三个人最常见的。啊，这是过去的老方法，个别教学。啊，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的十年，老师用的这个方法，啊，我们真正有成就的人数很少，啊，传承儒，传承佛。老师等于说开着两个班。
现在在台湾讲儒的学习名居士，啊，讲经的得变成我一个。以前有周嘉玲居士往生了，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真正有这些条件的人？能有个两三年的时间，我们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专攻无量寿经，他专学的，我讲一遍，他也讲一遍，啊，一年讲一遍，他跟我三年，我讲三遍，他也讲三遍，能学出来，啊，会学得很好，啊，如果有十年。我讲十遍，他也讲十遍。啊，怎么讲法？我每天讲四个小时，他每天讲一个小时就够了。把我四个小时东西浓缩成一个小时，要写讲记。啊，写讲记是练习写作。他这个讲记一遍一遍修改，一遍一遍修正。啊，十年之后定本，这就可以传世，可以利益很多众生。啊，这个方法，阿难尊者传下来。最初集结经藏，阿难佛教。啊，阿难讲，旁边有人记录。啊，这成为经典。所以佛门世世代代培养弘法人才，都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没有特殊的开班教学，只是法师讲解。学讲经的人坐在第一排，坐在最当中。啊，当中第一排那几个人是学讲经的。啊，他们有固定的座位。啊，他们学了之后要佛讲。啊，所以学非常辛苦。啊，一个小时的讲记，至少要3000字到6000字。啊，天天都要写，每天都要写。啊，所以他的心清净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时间打妄想。他要打妄想的话，他学不下去了，他的课程做不完。啊，虽然有丰富的材料给他做参考，啊，他要整理，他要学习。啊，现在确实比从前容易多了，因为资料很丰富。啊，查资料的时间少，通通都给你查出来了。
啊，只是你自己去编辑，去把它组合。啊，这要费一点时间。啊，能带出两三个人，让这些学校教授们看到了，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是接定慧，应接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他用修定的方法就是佛讲，佛讲你要备课，备课是非常认真，你没有功夫打妄想，用这个方法把你妄想打掉，让你脑子里所想的就是这一部书，啊，范围不大，时间久了，清净心现前。清净心前肯定开智慧，为什么？天天言教决定开智慧，智慧一开，没有学过东西全通了，秒全通了，你不要讲啊，不要承认，不要求表现，还是一门深入，为什么？给天下人做样子。啊，你能这样做的话，你的气数，你自己的境界，一天比一天广，一天比一天深，你的深度跟广度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。啊，如果学其他的样样东西都讲的时候，那就要比较差一点。啊，不是不能达到深广，深广来得缓慢。一门深入，深广快速。啊，名利心现前，那就走上魔道了，那就不是佛道了，搞名闻利养去了。啊，永远不沾名闻利养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啊，国王大臣皈依的人很多，佛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啊，偶尔有缘，他们来礼请，啊，讲经，佛有时候答应他。啊，到他们的宫殿庭院，他们的别墅啊，住一段时期，讲一两部经，这我们的经典上看到的啊，讲完就离开了，依旧是云游。佛入灭的时候，在旷野，不在房子里头，在树林里面。啊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表演真正把物质生活放下了，随缘度日啊！啊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都不受干扰，不妨碍他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个好啊！啊，那么这些人得佛受记，
将来必成佛。现前呢，或者是现驾，或者是明印。时时刻刻得佛的加持，佛的加持有显加有明加，啊，明加佛加持自己没有感觉到，啊，显加是明显的感觉，这应人之智慧，愿行善根。福德而已，每个人不相同啊，通通能得到。再看下面这段，叹成佛处，成佛的处所，殊胜不可思议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这里头有两段。第一段，文明不退，请看经文：无边殊胜处，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文明于往生，自知不退者。无边殊胜，这是极乐世界超深微妙，无有边际，无有量数，不可称数，故云无边殊胜刹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阿弥陀经上说，在我们世界西方，往西方去，过超过十万亿诸佛刹土，那边有一个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佛说法，一二地。根据二谛来说，二谛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是根据真相，完全讲真相，讲真实的。第二呢，根据俗谛，俗谛是我们众生常识所能接受的。真谛其理，俗谛其机，两面都要顾到啊。顾到你能理解、能体会，哎，又不失真实啊，两面顾到。真实里面呢，没有距离，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时间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阿罗汉就证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说空间，说时间毫无意义啊，这是从众生妄想里面生出来啊，不相应宪法啊，以为有这个事情，他就被局限，被时空局限。
那么极乐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刹土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，超啊，甚是胜过啊，微妙。我们想去的地方不是普通地方啊，一切佛刹里头第一殊胜的，没有任何佛刹能跟他相比的，去这个地方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极乐世界多大了，没有边际啊，佛在经上透的信息给我们，我们要能体会到，我们的世界在极乐世界里面，它包住我们，我们是它里面的一部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。啊，只是我们今天有业障，我们见不到极乐世界。前面讲得很清楚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，统统是梦、幻、想。啊，你在做梦啊？梦中出现的，我们现在的世界。啊，这叫娑婆世界。等你梦醒了呢，梦醒的是极乐世界。我们做梦的世界没有离开现实的世界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比喻，让诸位有一个概念。啊，极乐世界太大了，无所不包。啊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都在极乐世界长极光里头。极乐世界就是长极光。啊，遍照法界。光明遍照法界，没有边际，没有量数。啊，十万亿佛国土，是佛比喻说的，不是真的这个数字。啊，我们要把它当真，以为是错了。啊，所以不可陈述，极乐世界真相说不出来，不但不能说，想也想不到。啊，所以故云无边殊胜场。啊，释迦佛对极乐世界用这一句赞叹，无量无边。啊，殊胜的刹土，生活环境，学习的环境，啊，彼之刹土，超于十方，啊，于也是超过，超过十方世界，正由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，啊，故云其佛本愿力。阿弥陀佛刹土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经在前面
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详细报告，啊，给我们讲极乐世界的历史，他从哪来的？是从阿弥陀佛愿心来的。阿弥陀佛慈悲，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是国王，以十善业道治理国家。啊，他有大愿，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一句是佛法在全宇宙一切处一切时建立的共同目标。啊，佛是般教育，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就干这种事情，不是为自己，啊，自己做出牺牲奉献，无怨无悔，啊，帮助众生，啊，众生的苦从哪里来的？迷来的，啊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啊，把宇宙人生真相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才感召设法界六道轮回之苦。啊，设法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？从不善的念头产生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念头太重要了，你的念头善，你的生活就善，念头不善，生活就不善。于是佛教学的理念就很清楚了，怎么样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啊，迷要破了，苦就没有了，觉悟了，乐就来了，觉悟乐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啊，于是不再有执着，不再有分别了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啊，在这个大宇宙里头随缘，随缘妙用啊，妙用就是一切作用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这就妙啊，众生的作用，它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就造业了，它就有苦了，没有乐了啊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有乐没有苦，就得大自在啊，这就是佛教的教学的纲领，破迷开悟，目的离苦得乐。啊，怎么样落实呢？落实在教学。啊，所以佛的选择、菩萨的选择，通通是教学。
教学怎么教法？从身行教起。啊，身做到了，然后再用言语。身行言教，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。啊，现前社会。我们看一般人生活，哪一个不苦？贫穷的人叫苦，富贵的人也叫苦。那是贫穷叫苦，吃不饱穿不暖了，那叫苦应该。富贵人为什么叫苦呢？啊，他不缺乏了，他苦，甚至比贫穷人还苦。啊，那佛怎么样呢？佛示现出家了，啊，出家什么？离苦的路。没有家的时候羡慕家了，啊，成家立业了，成家立业之后羡慕出家，他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。啊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那要用智慧去鉴别。智慧从哪里来？从清净心来的。啊，心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，绝对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，没智慧。佛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要看清楚，要真正能体会到，啊，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，你要把他那个快乐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啊，肯定了，啊，方东梅先生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那些佛菩萨，啊，那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我们如果没有想通，没有肯定，我们不愿意学。哎呀，这个太苦了，受不了啊！啊，没有尝到法喜，没有尝到法味。真正尝到法喜，尝到法味，才知道。那么，十方众生因阿弥陀佛第十七愿、四十八愿第十七愿、诸佛称叹愿啊，得闻名号啊。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？佛说的。啊，佛为什么说阿弥陀佛第十七愿，请一切诸佛替他宣传，替他招生，他在那里办学校。啊，这个学校是决定让所有学生个个成佛道。
也就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得究竟乐是回归常寂光啊，十报乐没有常寂光的乐。啊，你这是佛陀教育太殊胜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。无量寿经是必须要讲的，众生必须要学习的一门课程。啊，展开来就是三经一论。啊，三经佛说的，一论天亲菩萨说的，啊，现在是五经一论，五经里面第四个普贤行愿品为末生居士加进去的。啊，那么最后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印光大师加进去的，加得好，还需不需要再加的？没有必要了。经中奠基，这五样东西，五经一论六样，圆满具足。五经一论我们过去都讲过，啊，都留下讲记跟这些光碟的资料，啊，五经都学，都学一论都学好，如果没有时间专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把无经一论全包括在其中，啊，所以真正下定决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，这一部经够了，啊，让我们的心转移，啊，流通也是这一部经最重要。啊，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课主，啊，把课班放进去了，读诵受持，越清楚，你念佛越恳切，你的愿力、信力、愿力越深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念佛的功德就越大。啊，将来往生，自己有把握，甚至于自己什么时候想去，什么时候佛就来接你。你跟阿弥陀佛念念感应道交。啊，一丝毫都不会有差错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。啊，所以真是无比殊胜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